基金会创办人日常老和尚，就是当时创办的用意，希望能够让更多土地不要再用农药化学肥料。那后来我们对农民做邀约，然后对他做教育训练，对他做沟通，以净园计划来做这个工作。净园茶的目标就是为了要不使用这些化学药剂，然后希望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，希望生产安全没有农药的这些茶叶，也希望保护水源。这边我也做个啥，这山顶的地较好，因为都无下农药，无大地草这拢专人工做。小时候这里是其实是种稻子，慢慢才改种茶叶，常常喷农药，然后农药对爸爸他的身体会感觉不舒服。那他是听说就是种有机也可以采收啦，他就试试看这样子，不会影响到土壤，然后对身体也健康。那我就是跟着他的脚步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，就习惯这样子耕作。那时候就是找到我妈妈，就拨一小块下去做，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要护水库嘛。自己有时候也在想啊，因为自己的家人，例如说姐姐弟弟，他们也是住在外面的，当然他们也是吃翡翠水库的水啊。然后那时候就在想啊，做一个有机有办法去帮助五六百万人，更增加自己的理念，这样子就一直做下来。那采工啊，然后替我们销售啊，购买我们的茶青这样子，他们给我们帮助非常非常的大。他们原本的惯性农法到我们希望他们做的有机农法的过程，所以他们只要用有机农法种好就好了，到了采收时间我们就会去采收来做，那我们做了之后我们自然就要卖，那至少他生计上面可能还有一点保障，透过茶产业，透过经济跟生态都能够双赢，让企业的企业主或者企业员工都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了解。我觉得茶对我来说在生活当中是人跟人交流的一个媒介，如果以乌龙茶为例的话，一开始是先日光萎凋，接下来是室内萎凋，那到晚上的时候会有炒青，隔天的时候会有不朽的揉捻，之后呢会有做最后的干燥。做茶其实是蛮累的，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从鲜叶，然后照顾它，然后到最后做成成品是一个好喝的茶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成就感还蛮高的。其实我觉得做茶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很安静，做茶是很需要观察它，知道它的状况，然后你要陪伴它。其实每个做茶的人我觉得都很像一个一直在追求一杯好的茶，可是每一杯茶我们可能都觉得它不够好，那我们就希望在下一次再做得更好。像这样子茶季开始，然后茶青冲进来，就很像跑马拉松，想办法把它做完。那有机茶对大家都好，对环境好，对自己好，然后对你的消费者也好。跟农有契作的就是茶树的品种啦，第一个就是清新乌龙嘛，还有就是金萱、翠玉、红玉、台茶十八号，可以做成包种茶、红茶、绿茶、清香乌龙、熟香乌龙，包括洞顶，还有嘉义龙茶。清香乌龙茶它的后韵感觉比较好，嘉义龙茶它的味道就是有果香，所以每种茶的口感都会不一样。最主要说我们有机茶着重于健康，不用担心它里面有任何的农药的残留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，因为第一个他的心是努力的，所以十几年来我觉得也都不断在进步了，包括他们的制茶技术，像这两年三年我们得了很多不同的奖项，跟全国的茶叶比赛，那这个不断进步之下就是大家最好的一种鼓励，这样的成绩呢能够带动更多有机茶农大家一起共好。